嗨，好，我是曹亮佑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PUBG Mobile。那么那个 PUBG Mobile 更新了，超酷的。那个刚才那个之前一开进去的动画真的很酷很酷，可惜我没录了下来啊，遗憾中。排位，我们这是排位赛。那么呢，我这个点火计划呢，我根本没想去玩。开始吧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。那个洞，在这个战争的世界，还有人会去建房子，随便就被摧毁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哎，我跳，哎，我打，哎，我跳，这怎么跟 PUBG 2一样的？有没有看到？这跟 PUBG 2，难道 PUBG 1要更新 PUBG 2哦？太扯了！你这个那 PUBG，哎，不，这光子，你说点道理啊！救命啊！我趴下了，有病。那么呢，那个我也觉得，PUBG 这个大更新也挺好的啊，对不对？耶，玩家拒绝了，yes，玩家拒绝了，很好诶，玩家拒绝。可以跳了吧？等会先，我跳那，我不要了，那里很多人嘞。待会我跳，我待会我跳，选择一个跳的地方，不要离很多人的，不要离很多人的地方太近。三个都跳了，只有我一个还没跳。我去那三个屋子那里吧，好不好？我去那三个屋子那里。一二三，跳！哎，别闹，我要去三个屋子啊。要去那三个屋子那里，那里是 P 城啊，很多 P 城，那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 P 城呀？哪里是 P 城？请告诉我，没有显示 P 城的地理，所以根本没 P 城。那种地图上有显示的地方，哦，大砍刀，我也是服了呀，是。哎，怎么变成了？怎么那个他死了之后变成坟墓了呀？对不对？你们看，艾蒂茉莉转圈圈，其实他还在观战吧？艾蒂茉莉转圈圈，你是我的杜塞尔了的，这里有树干呢，赶紧拿。有枪先捡，王卓森，啊？那什么东西？哦，好酷哦！他会做，哇！会做出好像，会丢出好像一个盒子这样的东西，这到底是肾？我想知道，是肾来着？哇，会不会？哇，这无限的吧？那无限的多爽呀！无限的真很爽，哎，这里有杂被打过痕迹啊，哎，补充载具能源，你要跑毒，待会要跑毒的，怎么连个背包都没有？背包是最主要的，这我是对不对？
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背包，还是现在一个最主要的东西都没有，那就是代表着天运。跳下去救命啊！那里有声。Oh my god！ 我看到了声，我看到了声。在这之前，我先把这扔了。我要拿这个啦。哎，你说，对不起，我是要把这个弄给丢掉，并不是有意要丢掉你的 UMP。可是呢，我连个背包都没有，终于呀有背包了，非常的开心，开心的笑哈哈，嗯。二级头，全能医疗。哎，这个胡乱中，死嘎步枪淘汰。那他把死嘎步枪给我，我给他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要他的死嘎步枪子弹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东西我不需要，其他东西与我无关。来，一样变回150，对，我觉得他皮好不好？哎，刚才开到一枪哎，开到一枪了，有剩不需要的吗？好吧，那先开车吧。有人说加我好友，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哎。好了，第一先走吧。啥？二号还在观战呢。这里有间房子，这里有一些房子。啊噗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飞起来了。二级加哎。哎，二级包，我一直想看到底有剩不需要，哎，我有没有扔掉它？没有。哎，肩上，肩上什么？肩上巴拉巴拉。太难了，那是子弹。不是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烦不烦？我怀疑我捡这把是错的。你看，无时无刻就捡了他子弹，三级包也不够装，好不好？就算三级包都不够装。他巨兔也快出了呀，那预告片已经出了很久了，我什么都没说过。那个预告片出了太久了啦，然后结果还是没出，我要浪费子弹，引人出来。等一下，现在好像有颜色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，现在还是白色对吧？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变成黄色，以前没有的。这光子可以呀，不是，扔个雷，来扔个雷，引敌人出来，看会不会在天空啊？天空放烟雾弹，你出哎，他咋从这里降落的？我找一下，哎，这发烟雾弹在我这，它会不会消失啊？去哪了？哎，烟雾弹去哪了？这些烟太烦了，请看一下，被迷惑的烟雾。这些烟太强了，能否？我要找烟雾弹了。
啊，算了，走吧。我在哪里？我咱一走，你们就没了，只剩你是。哦吼！我发现了，我以为那个下面那个石头是人呢，这么快就要抛弃我的小车车吗？小车车，来生再见。等等，快上去！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下个影片再见，对对对，拜拜。哪个雷扔他们家？扔水一下吧，要不？丢水很爽好像没扔中棒果然的。好，拜拜。